没啥能耐。我们打到现在还没有一把就是能不被我单杀的人呢吧，兄弟们，没有一把吧，除了是打你 C 皇那把，剩下的人是不是把把穿？猪猪宇184，番号070，116，你说就这种人在峡谷之巅打游戏，是不是有点影响平衡？如果不点个赞吧，我把你奶给你揪掉，还削不削钢？征服者杰西，好坑。你给我别吃，我可以吃经验，不能吃。这不死了吗？你看，我就说，除了你身谎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上路能不被我单杀的，就这峡谷之巅，碰着上路没挑战性，水平都不行。好锤，交闪，让你交闪，不交闪，让你交闪，就是不交闪，交闪，我们多打个闪，交闪我有意义。这杰西连点人都不敢点，那耗血一下都耗不着，看着没？我们这走位就让他一下都耗不到，想耗我的血不可能。我有小饼干，吃了它。王生没在呀、啊。哎，我要不是为了吃这个车呀，我干的。6秒以后死，5、4、3、2、1。转起来就是。3秒、2秒、1秒，点个赞。为你的勇敢点一个小赞。这杰西多少有点大病。兄弟，峡谷之巅是每个区的钻一才能进来的，你说他有病不？是以一个宗师的水平来打一个钻一的，就是这样，很正常。他选择英雄打猴他就不好打，而且他天赋不对。杰西打猴我现在都会打，一定要带那个相位猛抽，带个征服者打人，疼是疼，跑不了，你不跑不打拉扯，你怎么跟猴打？可汗我都干，他一个小小的钻一杰西，还不是随便干吗？不要，别降级！这把哪跑啊？游戏就结束，哎，100多，来呀，这蜘蛛一回不来。上一，提款机嘛，这不就是？这把的队友这么拉吗？他指定得走位往回勾的。这杰西就提款机，100块，想来你就来，下路穿了。穿的挺狠，这 ADC 和提款机，这 ADC 这么能送吗？你比那杰西还能送。往中来，这波黑打。我决定，我今天就要大开杀戒。根本不让人动呗。杀个布隆，不上，哎，我根本就上不去，你知道吧？
那瞎子一脚给我踹飞了，那布隆一个大个也能给我打断了，我根本不让我上，问我就上不去。技能，所有技能全往脸上撇呀！眩晕7.35秒，塞拉斯，首先啊，我们先被布隆晕，被瞎子踢，被塞拉斯拿大泰坦给炸了，给我控7秒，没让我动。不行，就开个杰西。他指定踢我，是，你就别往我身边靠了。那卡莎，我操！那瞎子这一瞅就是要踢我，踢我，你别让他练着，就往后躲一躲，这不躲技能，这不是够呛，他打不过那杰西。不要了吧，给了吧。这么的啊，我也不开了，但是我不开不行啊，对面 poke 阵营我们咋整？不行了，不能要了，不能要了，不能要了，吸血鬼没有血了，不要动啊。挺好，不要再死了就行了，要是都死了就亏了。死环二，咱们也不能推上，那就是不能顺势再推上路了，有眼儿。杀了！你给我打的什么？他为什么敢往脸上穿啊？啊，他为什么敢往脸上走啊？中推中推，这人二打二敢往脸上走，我天！我上当了。为什么敢往脸上走啊？先把探险家杀了，后边有塞拉斯瞎子，操作一下吧兄弟啊，操作一波吧。可以上漂亮，还有我 ADC 终于像人了。大楼，我到，直接开，快走，有要翻盘的趋势了啊，略微是有点要翻盘的趋势了。升格中团。现在小黄毛已经不行了，我们这种装备啊，就不怕有人再踢我们咋咋地的了，不怕打了。我觉得都可以抽，但是我们为了保险起见啊，还是先把小龙打了，不是小龙了，全死了，拿下，
已经不是泰坦漂不漂亮的问题了，兄弟们，是我们家怎么打都能打得过，他们家怎么打都打不过了，这已经就是装备已经优势的都不能再优势了，优势太大了，差了7000块钱跟那边，随便了，他们家伤害已经不够了，卡莎换人了，卡莎换人了，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